个特殊的形式，其实有政策了，它是也是有阶段性。那现在我们的孩子去了美国，是我们上海。My friends, China, what is in the need of Israel is in the capability of China, and what is the need.我想您肯定也知道，有一部著名的电影叫《辛德勒名单》，而今天在我们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也树立了起了一块铜墙，铜墙上面也记录了当年来华避难的犹太人。您怎么看待这一份名单呢？这个名单呢，的制作和把它最终的陈列出来，表明中国人对犹太在华这段历史，尤其是二战逃到中国人的重视。这个也是我们和犹太人之间友谊，包括和今天以色列之间的友谊，但是同时呢，也是这批难民到了中国来，尽管最后离开了中国，但是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情。最初应该说是这批难民来提出各种做法，包括树立一个碑，在霍山公园大家看到一块碑，这块碑最初的想法是离开中国的难民在80年代就提出来了，各种原因呢，我们没有让他们竖起来，最后我们自己做了这个碑，而且在上海的时候一直提出来就叫一个犹太人的上海，英文叫 Jewish Shanghai。 为什么呢？就是犹太人不能忘记这段历史，当二次大战的真相明白之后，尽管他们当时生活在中国，在上海，在虹口生活也很艰难，但是呢，他们觉得自己能幸存下来是非常幸运的，对中国充满了感激之情。所以这种做法都是怎么样？提出要建一个碑感谢中国人，提出犹太人的上海，含义都是为了对中国人的一种感激，表示他们不忘记他。然后呢，这个也是大家呢在上海待过的难民，几十年以后不仅回来，而且带着自己家的老婆、自己子女、自己的孙子，带自己的朋友回到这个上海。每次回来的时候，每个人都会讲述那一段历史，说明这些人呢不会忘记。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呢，这个墙就是这么一个重点，因为这么多人没有这个记录下来，你时间长了你就忘记了。犹太人的文化传统就是把历史事件化作节日，化作一种有形的东西，这样子呢使得大家不会忘记，就像这不仅不会忘记，后就传承下来。我们譬如讲大屠杀之后，在以色列很快就确定一个日期叫大屠杀纪念日，那我们当然中国现在也讲公祭日了，对吧？我们是40年以后、50年以后或者甚至60年以后才做，犹太人几年之后就做这件事，不仅一个地方做，全世界都在做。所以他把当一个事情化成一个节日的时候，永远不会忘记，流传下来，这是文化，犹太文化的一个特征。这个做这个墙，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最初从我理解是许多犹太人有这种想法，但是我们自己纪念馆更有这个想法，认为应该做这个事，刻到墙上之后永远的记住这件事情。讲到二战来华避难的犹太人，我们就不得不提及一位国际艺人何凤山先生，而他的历史呢，曾经一度被尘封了60年，这背后是什么样的原因呢？这个何凤山先生做的这个事呢，是非常了不起的，因为何凤山作为中国驻奥地利的一个外交官，我们讲总领事，他所接触的教育和看到的情况，我同样代表了我们中国人同情被压迫的人民、受迫害的人。他看到这种情况，他伸出援手，他是以一个对人类正义有正义感的人，他觉得仅仅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就受到如此的迫害，在这种可能之下，出于自己的良心，出于一个中国人的这么一个良心，伸出援手就是给这些人发放签证，
实际上如果了解的话，何凤山当时他自己也知道，他发放的签证拿到签证人并不是为了到中国来，而是有了这个何凤山发的签证，家里面人就可以把自己家里面的，通常是男人，被抓到集中营去，从集中营提过来。因为当时德国法西斯的政策还不是屠杀所有的犹太人，而是赶走犹太人，使得德国和奥地利被他占领以后没有犹太人。因为这是属于一种反犹主义一种倾向，认为犹太人是一个低等民族，我们社会不应该有他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能到离开，他就让你离开集中营。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，何凤山先生签发的签证主要的目的是这个，何凤山本人也很清楚这一点。所以呢，但是呢，何凤山先生是最早给犹太难民发放签证的外国人。因为在这之后，日本的其他的国家的外交官也发了签证，但是他是最早。而且据统计，他发表签证的数量可能超过任何一个外交官给犹太难民发放的签证，只是他因为发现的比较迟，我们没有办法正确的统计下来。